吧，你早点睡也不至于刷到我的视频啊。好，我今天给自己点了一个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茜茜啊。我找了一家爆辣火锅，准备给奥运健儿们助助威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取得好成绩哦。爆竹声中一岁车，新年万物都复苏，阳光早已开满路，一切都温暖如初。这条街全是火锅，一走进来都是火锅味儿。走。我们四个人点菜，我一坐下来给了个菜单，菜单上面有个风险告知书。哎，我玩一下，这个是啥子意思？怕辣的人承受不了，就是怕吃不了辣，所以要签字。对，行。别人吃火锅点毛肚，我吃火锅点腰片，蛋炒饭必吃啊，蛋炒饭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你是不是也很冷？这是刚刚要签名的收命牛肉，这个是收命兔腰，听说巨辣无比啊！我们等会儿试一试，调个蘸料，油碟里面放醋 YYDS， 多多的醋。我们先吃点蛋炒饭垫垫胃。这哪是夺命牛肉啊？这是夺命辣椒吧？咦、我们一人吃一块，好吧？但凡你早点睡，也不至于刷到我的视频。毛肚。够味儿！这个店真的太吵了，太热闹了。新鲜的大腰子，看这个锅就很热闹，很红火，很开心。新鲜的大腰子。这个味儿真足，吃火锅放出真的很好吃。再来一口啊！铺着片吧，牛肉熟了，大家一起吃啊！一起吃这个牛肉，这个就是夺命牛肉，有福一起享，有辣一起吃。说梭子一点都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看我脸不红心不跳的，一点都不辣。一点都不辣。折耳根放进去。油碟里面放出真的好吃的很。长茄子又来了。长茄子太好吃了，看这个，想不想吃？张嘴。你那边彩礼签多少钱？2万。那你们要多少的呀？对呀、啊，女方还给带套房带辆车，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。那啥重要啊？他对我好最重要。不是，软饭硬吃。我们四川人不要彩礼，狗屁我不信，真的真的。我的脚冻木了呀！炸凉粉你们吃过吗？我第一次吃炸凉粉哎。外面是酥的，里面是塌的。面的。你现在吃的是收命牛肉是吧？觉得怎么样？能接受吗？可以接受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吃得开心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才辣的。它是猪宝宝巴士成长乐园啊，这个真的很辣，那个才辣好不好？双江牛肉才是辣。哦，还有心中的战斗机，熬夜。我在成都吃成都的特色火锅，给奥运健儿们加油。你们那里的特色美食是什么？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别忘记给我点个赞啦，拜拜。